泡像是被摇晃过的雪花水晶球，随着冰晶逐渐凝结扩大，直到整个泡泡都被冻结。这个过程称为雪景球效应。肥皂泡泡中的冰晶流动跟马伦哥尼效应有关，许多小冰晶从低温的泡泡底部生成，水结冰会释放出热量，而使附近的水分子变温暖，这一股暖流将冰晶往上带，使数百个小冰晶在泡泡的表面流动旋转，直到冰晶彼此接触，整个肥皂泡泡完全冻结为止。